把他拉下来。我叫彭于晏，在戏里面是饰演吴将军。大刀请。那我的团队呢，虎军呢是最多就是肌肉男。左右。因为我戏里面有可能对鹿晗比较凶，敢说半句假话，我先砸了你。所以他的粉丝就不要生气，其实我也是很爱护他的。